盏灯，一瓣馨香，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珍惜每个悲欢，每次离合，每一天，珍惜每个钟声，每一份爱，每一天。世间万物无永恒，一切无常难预料，世间无不散的宴席，终有一天会离去。人生多变幻，一切不存在，拥有的一切将会。持戒功德殊胜行。世间所有诸花果，乃至陈坛龙麝香，如是等香非片闻，唯闻戒香片一切。单谈玉金与苏合，优罗并魔力花，如是诸妙花香中，唯有戒香而最上。二，所有世间陈坛等，其香为少非片闻，若人持佛尽戒香，诸天普闻皆爱尽，如是具足清净戒，乃至常行诸善法，世人能解世间缚，所有诸魔常远离。三，尔时世尊告诸亲信士曰：凡人持戒有五功德，何谓为五？一者，诸有所求，积德如愿；二者，所有财产增益无损；三者，所住之处众人敬爱；四者，好名善誉周闻天下；五者，身坏命中必升天上。四，善男子，菩萨复有十二种持戒得大利益。菩萨因行施波罗蜜。一者，持戒能摄一切诸善根故，菩萨因行施波罗蜜。二者，持戒入菩萨道故，菩萨因行施波罗蜜。三者，持戒解脱一切烦恼缚缚，菩萨因行施波罗蜜。四者，持戒能过一切诸恶道故，菩萨因行施波罗蜜。五者，持戒能拔恶道苦众生故，菩萨因行施波罗蜜。六者，持戒身口意业不为诸佛如来呵护，菩萨因行施波罗蜜。七者，持戒诸佛如来常赞叹故，菩萨因行施波罗蜜。八者，持戒能入诸有不放逸故，
菩萨因行是波罗蜜。九者，十戒即施众生无不畏怖，菩萨因行是波罗蜜。十者，十戒成就身口意业善故，菩萨因行是波罗蜜。十一者，持戒能得于诸法中随顺自在故，菩萨因行是波罗蜜。十二者，持戒成就第一彼岸功德波罗蜜也故，菩萨因行是波罗蜜。佛言，菩萨境界有十种地，何等为十？一，满足一切智。二，如佛所学而学。三，智者不悔。四，不退誓愿。安住于行。六，弃舍生死。七，穆勒涅槃。八，得无禅心。九，得胜三昧。十，不乏性财。六，若菩萨成就如是持戒，不施十法，何等十法？一，为不施于转轮王位，即在世位不生放逸，希望欲得无上菩提，愿得见佛。二，不施地士，既得是处不生放逸，希望欲得无上菩提，愿得见佛。三，不施梵王，既生是处不生放逸，希望欲得无上菩提，愿得见佛。四，尽信真真，不施闻法。五，如所闻法，善能分别。六，
布施摄取菩萨智慧。七，布施无断无碍辩才。八，布施集聚一切善根。九，布施一切诸佛声闻缘觉所赞。十，布施即能通达一切诸佛智慧。七，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清净界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一，身清净界，不生三恶故；二，语清净界，离语四过故；三，心清净界，永离贪嗔邪见故；四，不破一切学处清净界，于一切人天中作尊主故；五，守护菩提心清净界，不乐小尘故；六，守护如来所至清净界，乃至维系最深大部位故；七，隐秘护持清净界，善拔半界众生故；八，不作一切恶清净界，是修一切善法故；九，远离一切有，见清净界，于界无住故；十，守护一切众生清净界，发起大悲故。是为十。若诸菩萨安住此法，则得如来无上无过失清净界。若菩萨如是尽持戒具，不生四处，除化众生，何等四？不生边地，不生无佛国，不生邪见家，不生恶道。菩萨如是尽持戒具，不生四处。九，菩萨成就如是戒具，诸天常礼，诸龙宗敬，夜叉常供，诸
钱达婆异常供养，阿修罗、进士、诸王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皆尊重之。智者常去，诸佛常念，诸天世人常施视之，常悯众生。十，菩萨如是尽持戒具，布施四法，何等四？一，所谓布施菩提之心。二，布施念佛。三，布施闻法。四，即闻法已，乃至无量阿僧祇劫而不忘失，是为菩萨尽持戒具，布施四法。十一，若菩萨如是尽护戒具，布执四处：一、布执法灭；二、布执刀兵劫；三、布执饥饿劫；四、布执劫烧。十二，菩萨成就护持戒具，离十种位，何等为十？一，离地狱位；二，离畜生位；三，离恶鬼位；四，离贫穷位；五，离不称赞位。六，离诸禅位；七，离诸声闻；八，缘觉畏位；九，离天、龙、夜叉、钱达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罗迦、居半叉、罗刹等位。十，离魁坏、刀杖、火毒等位；离猪、狮子、虎、豹、熊、壁及多乐叉；五、狼、蟒蛇、猫、鼠、百足、毒蛇、蛰、王贼等位。
十三，若常信奉于诸佛，则能持戒修学处。若常持戒修学处，则能具足诸功德。十四，戒能开发菩提本，学是勤修功德地，于戒及学常顺行，一切如来所称美。是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ACC 表示，2019年底，犹如潘朵拉盒子被轰然打开，整个世界历经了2020年一整年的疫情风暴，相继产生一连串的骨牌效应，市局纷扰，疾病蔓延，经济衰颓，政治动荡，社会隐患，乃至大自然环境与人心意识，都处于瞬息万变的关键转捩点。特举办2022台湾万源水路大法会，于新版希尔顿酒店举行。而常年致力于非洲推动以商养道计划，培养非洲遗孤们自力更生的慧理法师，也特别驻足台湾为水路镇守主持，并感谢 ACC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永远的执行长孙翠凤女士的贡献与付出。供佛在天呢，以最圆满的一个方式来呈现。当然，所有我们参加法会信徒，那一颗最虔诚的最供养的这个心呢，才是成就法会最重要的。我们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全球永远的执行长孙翠凤小姐，情意相挺啊！谢谢这个明华园情意相挺。回去跟孙小姐说，我们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ACC 国际万源水路大法会缘起，
是推动以助养非洲遗孤为主的莲花手，由2010年马来西亚怡保旗舰首场，至今已十年之久。2010年 ACC 的第一场国际万元水陆大法会在马来西亚怡保举办，经过了数来年法传非洲心血济贫，成为水陆法会的核心价值。一方面也感念全球的助养人对于阿弥陀佛关怀中心，简称 ACC， 以心血济贫助养孤儿，来帮助他们成长，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。那国际万元水陆大法会就是幕后推动的手。回顾这十年多来，水陆大法会对社会安定人心、佛力健拔、端正风气等等这些功能，我相信许多居士们都得到了肯定，得到了慧理法师指示。每一场的万元水陆大法会按照古制的时间流程如法如律办理，此次礼请元朗法师、正副表元中法师、天荣法师主法。西里伟大的九宗是大功德天，庄严的坛场布置更是按照古籍仪轨所绘制的水陆画像，特别是由陈教授研究所临稿绘制，细致的线条与画工更显得珍贵。在供佛斋天这一天，特别礼请到明华园第四代陈昭贤女士率领团队，以梁武帝、皇后、文武百官、宫女等扮相进行献供仪式。台湾越南籍的新住民媳妇儿也以礼服加入献供行列。仪式圆满后，法会中更趁此苏善法缘进行共僧种福田，使僧宝得以续佛慧命，常转法轮，弘法利生。那么在供佛斋天之后，紧接的是很简单的共生，让这个三宝得以具足啊，正法得以长存。很感谢这十多年来大家对 ACC 的肯定与支持，希望每一次我们水陆法会以法为会，能够让更多的诸善善人聚会与处，结合呢很多的善男男子、善女人、知书二众的力量，共同来支持响应法传非洲心学济贫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有100位的师父能够在我们的现场，是换他们舟车劳顿，所以在3年前我就有一个建议说，我们来把握这个机会，然后来谢谢师父们，做一个躬身的仪式。结果非常感恩，这个仪式就一直持续下来，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保持这个很优良很好的善缘，所以我也谢谢各位。在全球经历翻旅变动与身心忧烦的考验， ACC 以心学济贫、法传非洲为宗旨，在十方护持下集合万元，圆满一次又一次的水陆大法会，希望能为自他所有的生命消灾祈福，与众共同燃起